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半山小卢富人区哦。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下王菲家的豪宅吧。在半山小卢富人区啊，有很多明星富豪，他们在这里买房子或者租房子。王菲当时花了1.7亿买的房子啊，到现在呢价值5亿了吧，她有好几处房子的。很多人买房子不一定住的啊，都是投资买房赚钱的。不管是投资还是住啊，都是很好的选择啊。这是去小卢里面的小区里进进出出的豪车很多啊，保姆车也挺多的啊。小卢里面的车进进出出的啊。这里环境优美啊，空气清新啊，适合居住。你看，又有车出来了。这边出租车也挺多的啊，进进出出接人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